The sky is the limit.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。今天又是一个简短的视频，总共聊六只股票。那前两只股票是上涨动能不错的老朋友，后四只是今天出现出场点信号的股票。用我的技术分析助力投资交易，欢迎观看航哥新加坡每日股评讯息。我是航哥，新加坡汇利证券的股票经纪。上周四的视频和昨天的视频中都提到的 Hong Leong Finance 今天更上一层楼。那另外一只 Dairy Farm 今天也同样往上更进一步，盘中最高到了3.14块。那至此为止，上周四提醒大家在本周需要注意的这两只股票呢，目前表现都还不错，那评论还算小小的成功。那接下来我会给大家说四只出现了我的出场点信号的股票。第一只 SIA， 第二只 SD Engineering， 第三只 Venture， 那第四只是扬子江 Finance。 上面这四只股票啊，下周可能要特别注意他们的下行风险了。那如果您还不了解我说的出场点和入场点信号是怎么一回事情，那可以翻翻看我之前的视频，您就懂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，希望您能帮我点赞、收藏和转发，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。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，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，欢迎 WhatsApp 或者通过 YouTube 视频下方的链接填写 Google Form 联系我。这个链接在我的 TikTok 个人主页也能找到。关注航哥，航哥新加坡每日股评，用我的技术分析助力您的投资交易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